表格框线的设定，你可以选择整个表格，选择表格属性，这时候你可以针对不同的边框来做设定。假设我需要这个边框，特殊的边框，我需要两条这种线，什么色？好，比方说我要把它设紫色，你可以这样子点，那这两个点不要，那我们改成中间改成黑色，边框改成虚的，确定。这样子你可以设定边框为两条线的，里面是黑色的线。你也可以只设定，比方说我只设定这啊，好，我设定四个栏位好了，四个储存格，我只设定这四个储存格，表格属性。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我们现在设定的表格里面是属于这四格而已，并不是外面。所以你在这边框的地方，你点选的状况是会不一样的哦。假设我边框，好，我们边框把它设蓝色，就这四个点，把它设蓝色，啊，里面我还是要黑色。好，这里面是黑色。好，假设我按下确定，你注意看到的是，只有这四格的边框是蓝色，啊，中间是黑色的线。你反白到哪里，它就帮你设定到哪里，并不是指所有的边框哦。好，所以这个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